师樊唯的演讲，一起谢。感恩在座的苍宝家人以及各位观看脸书的苍宝家人，大家晚上好。好。首先恭喜我充足的智慧，一开始买了3本超级生命密码。那刚刚其实这个段落非常的对应，那加上您刚刚的一个分享，我觉得其实真的。 在一开始购买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那之前曾经听老师说啊，可以因为一本书，然后就开启了一个修行学习路，非常有福气。那一开始我觉得说，其实看了这书就非常喜欢啊。那应该每个人就是我送他书的人，应该也都是会跟我一样吧？那但是事实不然哈，果然是。 就是因缘，每个人的一个来时路也不同，那或许每个人时机也不一样。那有些朋友在送了书之后，他首先束之高阁，那有可能过了1年半年啊，那在询问之后呢，才说可能才看了一部分，或者是有些人呢，就因为遇到某些事情，翻开书以后呢，就发现说，其实呢，早知道开始呢，越早的学习，那或许他某些路会走得更顺利。 那这个部分其实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比较包含学习修行的这一块的一个体悟了。因为自己的外公是一个算是神明的代言人。那以前我对于因果的部分呢，一直的觉得说，那或许就是可能就是有事情啊，跟神明求问一下，问卜一下，或者是像看到很多长辈就是念经啊，或者是去跪拜啦、那或许这就叫修行。那或许有些进阶的说吃素啦、也是修行。那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说，那为什么看到这么多认为自己在修行的人，其实他的问题似乎没有真的有解，或者是说有些状况也一直在不断的循环。那我这个疑问真是放了心里。 很多年，那一直到就是在自己接触到情的系统，因为也是有讲到能量，那我觉得说，能量非常棒，那这个应该是有不一样，那我就有去学习。那他们会带着我们去大自然中，体悟说，你看这块石头，它有石头能量，那这个这个植物，这棵树有树的能量。 那这个体悟中，对啊，体悟大自然很棒。可是我自己的问题似乎还是一样。那每个月的一个聚会，就觉得很像是一个大家的交友同学会的概念。但是我觉得我的成长是有限。那很多的疑问呢，就是获得答案会说，哦，那就是再回去，就是也是做一些观想什么。可是对我来讲，还是没有办法真的突破我想要。 学习跟成长这一块，那非常高兴，在2年前呢，就是在自己前一个公司的楼下，那拿到了超级生命密码的这个大家桌上看到的这个千年之约跟疗愈权利。那一开始拿到书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些类似像基督教的书，不过其实稍微翻了一下，觉得好像不太一样，那我就把它带回家了。 那很多人会说，其实没有时间看书。对，其实大家都很忙。但是我就说，只要你有心想要，一定抓出时间。所以我就利用每天睡前大概就是10几分钟左右，那至少看个1、2则。那发现说，每天看着看着，那本书就被我看完了。那看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神奇，是因为为什么这么多人有这样的改变？那一定是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自己。 上网先买了3本书，那就开始阅读。那在做心法过程呢，非常的相应，而且呢，就很奇妙的就有一道光闪过。那我觉得，这个感觉跟我以前接触过不一样。那后来的这个就是像分享会、精英会，我就自己呢，照着上面的一个咨询跟地址电话，那我就自己来参加。那其实我觉得导师创办的这个。 可以说就是叫做生活艺术学院。为什么说学院呢？因为它从我们的一开始的初阶的书籍、书本各方面的教材，还有我们的这个像大家手机很方便嘛，YouTube 啦，还有各种的 APP 这些资讯。那进阶的呢，就是像林秘长说的是我们的精英会，我们各地这些资讯都可以参加。那再进阶呢，就是像每周六的这个网络共修，这个老师透过我们每个活动，你的视讯啊，其实还是可以不断的来带领我们学习。那更进阶、更棒就是我们的全新的闪耀课程，因为老师希望说，我们呢不止在这辈子学习，那我们现在的改变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生生世世有不同的改变。那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呢，我发现我们的习气这样的，这是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点。如果说我的习气呢，有可能是我真是累积来的，那如果我现在不再改变的话，那我可能会继续累积到我的之后的一些状况，那阻碍我的学习。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去体悟到说，老师这些书籍，它非常的浅显易懂，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我重新看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好像又看到一些句子，那可能是自己之前眼睛也这样重，某些句子，我之前就没有看懂，那现在再看了，每一次的体悟都会觉得说，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一个慈悲，他用这么浅显易懂，让我们呢，即便就是或许有些人书读不多也没关系，那或许有些人就是看一次不懂没关系，就看2次、3次，那或许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每天在一个阅读的一个就是常备的一个书籍也好，那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就是时时的让自己可以不断成长。那甚至像这个音乐的部分也是，我是创作部门做音乐，那刚刚提到这个这次以后的这个里面啊，就有讲到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嘛。那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人的习气就这样，就是如果小朋友要跑步要跌倒了，你跟他说，等一下跌倒会痛哦，但他就是继续跑，因为他没有跌倒过。然后他真的跌倒以后，他发现啊，原来真的会痛，会流血。那我就想到说，天地看我们的角度，他也是，他很希望我们都好，但是我们就是像一群就是淘气的小孩。那就会觉得说，就是我们想留着自己的性子，但是等到我们真的自己在成长的过程有一些，比如说受伤啊，也是一些不同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成长。所以也非常的感恩老师，没有放弃我们，那也不断的带领我们前进。那非常的感谢，在去年也参加了美国的这个。2次的一个美国团，那这个过程中，自己的体悟是，我们自己的学习要放大格局，就是不是只有说，我觉得这样就好了，因为如果我们的设定只有在60分，那可能你做到了也会更少，可能只有30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把设定拉高的时候，我们会一直用一种。比较像得过且过的这样的态度去过。那曾经有跟有学员交流过。那在分享过程中，我发现说，为什么他会有不断一些状况？我发现是他自己会去做一些设定，比如说他会说，我好像没有空吧，我好像怎么样吧，他会做一些这个负面设定。那我记得导师也不断。提醒我们要做一个营造跟设定，但我们的设定会往负面的时候，那怎么可能会有正面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营造跟设定这一点，就是让我也有很大的体悟，是我们以前不断的用担心，那可能我以前会觉得，我的担心其实是我想的很周全，我把我可能遇到的这种100状况都把它想好，我是个思密周虑的人。那事实上，因为我们设定太多，又把一些担忧放得太多，果然真正事情往负面的发生的时候，就觉得，看吧，我猜对了，我果然就是担心这个，所以它真的发生了。那可能我们想起来，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一直在放大那个有可能的问题？那等到真正发生的时候，会觉得，那真的发生了这些状况啦，就会开始就类似这样的想法，会不断在。每一种事情上面去发生，那这个部分，因为导师也不断的教导我们要用祝福，所以我发现说，这个部分我们果然要重新去改变自己的思维。可能一直的担心，事实上并没有让自己更加分的时候，那我们何不就是用祝福？我们先祝福自己，也祝福别人。那尤其在最近自己在做心法的时候呢，我就会在心底祝福这个地球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这个天地里，那我们给予它祝福，那地球也回馈我们更多祝福的话，那我相信呢，就是真的可以落实到世界不再天下太平。对，好，这个以上是我今天简短分享，谢谢。